快经理，这二期主体都已经完工了，咱们晚上出去喝点庆祝庆祝吧。小邓啊，这期的工程你真的是五保六保啊，还换辆豪车。我听说这两三个月你都没给工人开工资了。啊，这两三个月有什么关系，这半年不给他们开这也没事。小邓啊，你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呐、这些工人背井离乡抛妻离子，就为了这点工资养家糊口回家过年呐、拿别人钱揣自己兜里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呐、你想过他们吗？经理，我错了，我这边现在也没钱，要不你借点钱给我吧。你没钱换什么豪车啊？那我现在也没有电话。你上人人车，买家卖家直接交易，免费上门验车，这一上午就可以卖掉。行吧。明天再不给发工资，你就跟我卷铺盖走人，换人做。小邓啊，送你一句话：小赢靠智，大赢靠德。成长的路上，几经曲折。